像这样的水坝上面表面看着没有鱼，很清静。来，我们来搜一下。抛到这个水坝的上面一点点，慢慢的抖动，搜寻过来，看会不会有惊喜出现。漂亮，哇，好了，看到没，突然从水下咯一下冲起来。所以说看到平静不一定没鱼，多测试你就能钓到鱼了。